我在许多奇怪的梦里见过你们，你们因缘际会走到一起，怀着各不相同的目的。你欲成前人未竟之业，修功德圆满；你执着后世传颂之名，求位列仙班；你想跳出三界之外，图个清净自在；还有你无所挂碍，吃顿饱饭便善哉善哉。可我早就看穿了你们，满嘴的情怀大义，一心的世俗名利，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不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。可悲的取经人啊，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，终有一天他将化为修行路上无解的业障。
斋念佛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清净无味？你看看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记得盂兰会上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放情纵欲，要我说放屁。